不仅以闯关的形式与回忆起刚刚入行拍戏时的那些泪水与凭借拼命三郎的精神，成龙打造了众多令人赞叹的经典动作场面。这些惊艳动作戏的背后也有许多不为外人所道的惊喜。警察故事跳灯那个是替身的，没有就帮我替，我每次一上去，因为我试过出事了，所以你看我跳警察故事再叫好像我死吧，我就想就出去了，手皮全部开了。我真的每一个镜头，所以那个我觉得有这个荣幸可以跟着大哥去做那些东西。我怎么你感谢我有世界这么多影迷，都是叫你别打了，你打不打我们就喜欢你，这句我真的是非常感动。我能打的我还是继续会打下去，因为每一个支持我的人自己都不敢相信，每一刻的坚持能够和大家一起见证国家的发展，尤其是下周将迎来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些年我感受着我们国家天翻地覆的变化，我非常